全民公事，做好更多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兵。大家好，我是雅琳。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公视2016年中的电视募款现场 live 哦。今天呢，已经是募款的最后一天了，把握机会支持我们制播更多优质的好节目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，就是在这个阶段，捐款1500元以上的前七名观众朋友，可以获得雅琳手上这个水果冰淇淋的8G 随身碟哦。赶快打电话02633992，02633992。哇，电话已经响了耶！真的，是货。刚才呢播出的是我们公视的金字招牌的儿少节目《水果冰淇淋》哦。这个水果冰淇淋跟公视一样，已经18岁了。我想啊，从小开始看这个节目的小朋友，现在应该已经大学或者大学毕业了吧？那在这个阶段呢，我们邀请到就是主持了很多儿少节目的唐崇盛，崇崇哥，欢迎崇崇哥。两位好，两位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是我就是从小看到大学毕业的崇崇。是哇，哎，崇崇哥跟公视很有缘分。有缘呐，我也主持好多公视的这个少儿的节目，然后也曾经都入围过主持人或节目。讲一下，你看，像其实公共电视的节目，《少年哈周刊》《少年烘焙机》《台湾天大战》对，然后还也参加过这个古典魔力科的录制，哇，对啊，都是很好的节目，真的是元老哎，真的我们需要大家好多多支持优质的节目跟优质电视台，才有预算制作节目，不然的话，你看我以前几乎常常都在这边做节目，我现在最常参加最多的公视的节目叫做募款，就在这，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这样子，对啊，对啊，看得出来就是台湾的环境是差一点，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，其实好的节目还是需要大家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一起。跟我们永远支持了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其实刚刚崇文哥讲的那几个节目呢，大家可以发现这些那个年龄层其实很广泛，嗯，对对对，从小朋友一直到那个国中啊，甚至到大学，我们的儿少节目这一块啊是完全不缺的。但是崇文哥，你可以告诉大家，一个好的儿少节目对小朋友到底有多大的影响？影响太大了，小朋友是启蒙发展的阶段，所以其实你给他。你安排这条路走，他看到这个东西，他就往这边走。是你给他看到打打杀杀、铿铿锵锵的，他可能将来个性就往这方向走。对，很奇妙，小朋友学习能力很强。所以你看，刚刚我们这么多节目都是非常广泛的，有科学的，有艺文的，有特别人际关系的，有实验的，还有甚至一些在学校才艺表演的。所以小朋友多看这样子的发展的话，哈，他的路会走得比较广泛，也比较安全，可以让家长放心的让小朋友看我们公共电视的儿少节目。真的，所以其实投资公视其实就是投资孩子的未来的。没错，赶快来看看为您准备什么好康的回馈礼呢？捐款499元就可以获赠水果奶奶的玩偶吊饰，可以当钥匙圈或吊在包包上，非常实用可爱。捐款1000元回馈给您水果奶奶的玩偶，喜欢水果冰淇淋的大小朋友一定要收藏哦。捐款6800元获赠水果冰淇淋最新浮空投影桌游，适用于 iPad， 小朋友一起远离蓝光，开心同乐。音乐王国里。住着一位最最最讨厌好听音乐的红心皇后，我讨厌好听的声音，受不了好听歌声和音乐的红心皇后施展可怕的黑魔法，抢走所有的音符。水果冰淇淋小勇士必须共同合作，才能救回所有音符，解开彩虹乐谱，拯救音乐王国。2000元将以您的名义赞助一所偏乡学校，获赠古典魔力课的 DVD 4片以及一片 CD。别忘了还有加码好礼哦！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捐款，你公事做好更多事。